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剑刺，举行一年一度的读信仪式啊。今天的生日不一样，今天生日有两个小宝贝陪着一起读信啊，也展示展示他们的认字功力。这一箱满满的都是大家给我的信，现在打开看一下。坦诚相见，哇，这么多！这一本《你是我的人间烟火》，上柳和沈毅画得非常好，谢谢谢谢，全是信。哎，不对，这不是沈毅，看错了，这是相柳和小川，一个是32岁，一个是16岁，看看有什么变化。32岁就是一头白发。先看一下这本《你是我的人间烟火》，感谢广西北海的一阵风，把你带来我们身边，穿越人海，有幸相识，奔赴山海，为你而来。谭老师，你想做什么就去做，我们的后援会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，愿神爱世人。怎么还打欠呢？会格外偏爱你，谭老师，生辰快乐！想告诉你，我们的爱一直在。非常感谢。来，放开。哦，是相册。第一次应援，来看一看。谭老师希望你迎着朝阳，保持自由的灵魂，永不困于荆棘。一生一舞一曲一为限，便只你一人。兔谭剑刺，剑字如我，春去秋来，与你同行也有一年半有。这也是和你一起过的第二个生日。我始终相信，走过平湖烟雨、岁月山河，那些经历结束、尝遍百味的人，会更加生动而干净。小太火会一直一直陪伴你，也会继续支持你前行。很感谢一切的一切，因为家人和个人的原因，我并不是一个擅长表达爱的人。但经过了这一年多的时间，我也学会了勇敢的表达，勇敢的去追求美好的事物，去尝试以前不敢尝试的事情，发现更多面的自己。我每次看到大家有这样的勇敢和热爱的时候，或者说在这里面我起到了一丝丝的作用的时候，我都会觉得特别的欣慰开心，以及觉得做这个职业除了我自己的热爱以外，又多了一份让我更加的去要有始有终的去把它做好的这么一个动力。谢谢。之前我好像有讲过，这一路的旅程看似是孤独的，对，但其实发现有很多星火相伴。回家以后呢，我会慢慢的把剩下的都有时间都一点点的去读。好，我们现在看一下别的信，读信了。哎，这个信有点意思啊，上面这个鱼不就是我的音乐人的 MV 里面那张鱼吗？对吧？兔剑刺，展信家，第一次给你写信，心情无比激动。首先祝你生日快乐，谢谢。你的身上有无限的可能性，会不断的给人带来惊喜，而这个暑期你带来了非常有挑战性的角色相柳防风被。你对两个角色的理解和演绎得到了书粉的认可，让更多人看到了你精湛的演技。作为粉丝，我真的很骄傲，感谢你这13年来一路披荆斩棘走到了我的面前，我也会无比珍惜。虽然没有陪伴你走过很长时间，但希望未来可以陪你一直走下去，永远爱你，支持你。你的身后有无数爱你和支持你的小炭火，愿你可以被时光温柔对待，愿你之后的每一天一切安好，万事顺意。收到，收到。他俩也收到了，也看到了。其实人无完人，我也没有大家口中说的这么完美，也没有大家口中说的这么的全能。当然我会往那个方向去努力，也会尽量做到对得起自己的每一个作品每一个角色，希望能够让大家看到更多，希望大家能够看到我更多可能性吧。好，我们再读下一篇。好，就这张。致我既熟悉又陌生的剑刺，他们说剑刺如雾，那若是未曾谋面的两个人是否也一样呢？当然，那下一次见面的时候是不是算是重逢？我觉得是。遇见你是一段神奇的际遇。好，我来听听。无意中打开了长相思，遇见了相柳，然后遇见了你。慢慢的，你好像走进了我的世界里，带着你的真诚、炙热、勇敢和自信。不敢想象一个人要有多强大的内心，才能在你遇到的那些转折点上做出和你一样的抉择。多希望能早一些遇到你，只希望你勇敢的选择前进的道路的时候，能再给你多一点支持。非常感谢我收到了。我觉得任何时候相见都不晚，任何时候相见都是最好的时候。在合适的时间、合适的机遇，我们遇见了，那我觉得就是最好的安排。天下第一帅的谭剑刺，你好呀！同时也代表相柳海底别墅27栋向你问好。你住27栋对吧？行，我记住了。很高兴能在这个夏天与你相遇。实际上，你于我而言仿若一场及时雨，骤然落进了我内心的贫瘠之地。平凡的日子里，因为有你而变得更有滋味。新的一岁里，希望你和呆球都平安健康，也希望你的生活和事业一切顺利，更希望你能一直开开心心、快快乐乐。我的多多是最最最厉害的大明星 ，forever。这是一位人民教师，然后
字写得很好看，然后也谢谢你对我的祝福，谢谢。亲爱的多多，展信言欢，今年是陪你过的第二个生日了，特别高兴能够遇到你。轻舟已过万重山，看到你被越来越多的人爱着，我真的很开心。希望以后会有更多的人陪你过每一天，过每一个生日。希望我们都越来越好，可以活得开心、健康、自由。爱你，特别爱。我也爱小呆和小球，帮我转告他们。哎，说你呢，看，爱你，我也爱小呆和小球，帮我转告他们，他们特别可爱。不知道他们有没有学新技能？来，读，读出来。祝前程似锦，一生安乐无忧，我们都加油。我发现大家都好有文采啊，写的都很好，说的也都很好，真的，我都放在心里了。哎呦，这上面有画画哎。哇哦！多多又长大了一岁，祝你快乐，不止生日，很幸运能为你写下这封信。我很期待你在收到他的时候会什么样，就是现在这个样子。你是一位很令人钦佩的演员，谢谢。我很喜欢你身上有一种不服输的劲儿，感染了我。你就像一个不倒翁一样，永远都是站着的，不会倒，也会倒了，也会累了。这不免让我想起了今年七夕的时候，那一天你工作真的很忙，但你没有说过任何关于累的词，你带给我们的永远都是最好的一面，这是我的职责。我希望我能够带给你们我最好的一面，我希望你们看到我的都是我最好的一面，能够给你们的生活带来更有能量的时刻，那我就很开心。有一句话我想送给你，也是我很喜欢的一句，太阳的起落告诉我们，我们永远会有崭新的那一天。这句话我喜欢，也让我们一起向着美好的方向一起冲吧，永远爱你，永远支持你。谢谢谢谢谢谢，收到了，也希望你们能够好好的。好了，非常感谢大家写给我这么多你们内心深处想对我说的话，然后我回去会慢慢的把这些都看完，现在还在开工，还在拍戏，所以马上就要去工作了，就这些留着以后慢慢看，都会慢慢看的。然后也谢谢这幅画，谢谢大家对我的支持，对我的爱，不管你是一直在支持我的，还是你刚刚开始支持我的，我觉得都是在最好的时候，我们一起去奔赴我们最向往的样子。然后你们对台小呆弹力球的祝福也收到了，是吧？来，谢谢大家。好，最后再次感谢大家对我的喜爱，然后对我的支持，然后写给了我这么多信。我现在也不再是以前那样的不会冲浪的人了，我现在也开始学着冲浪，去看大家对我的爱，对我的爱，对我的建议都会看。最后谢谢大家，希望大家能够快乐。